小孩在哭了。小孩哭，小孩哭，你不能搞吗？你不能为了吗？不好好搞吗？都没法下脚了。燕燕，你怎么在地上玩啊？啊，你怎么在地上玩？爸爸，你回来了。没人管你吗？爸爸回来了。你们平时在这吃饭的吗？对。啊。我的天，妈妈呢？妈妈在睡觉。大白天睡什么觉啊？对呀。我去看看。对的。婷婷，醒醒！大白天睡什么觉？哎呀，你饭煮了吗？又不在夜呢，垃圾都没倒。有时间不能把家里收拾收拾吗？啊、不知道，我昨晚上可睡了，我管大的管小的。你就带个小孩不享福吗？你又不用挣钱。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大的小的都我一手搞，家里一个人打扫的人都没有，所有人都自己的。我出差没办法，我回不来啊。再说你妈妈不是过来给你搞了一个月吗？我妈过来伺候一月，我养小孩是我妈的责任吗？我们养小孩生下来就不要养了吗？家里除了管小孩，我本来家务要做吧，总要搞一口吃的吧。我不吃小的要吃吧，你儿子要吃吧。小孩吃你就吃，小孩睡你就睡。做饭有电饭锅，洗衣有洗衣机，不就一个懒吗？有这么懒吗？做饭有电饭锅，洗衣有洗衣机，他们都是自动化的吗？都不需要别人操作吗？小孩喂个奶，小孩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，还要拍嗝换尿不湿，你以为很简单吗？搞完大的要搞小的，时间在哪哦？我时间在哪睡觉哦？我天天搞得连奶水都分泌不出来，小孩子必须要喝牛奶，这么小的小孩从小就要喝牛奶，你可忍心呢？我要是做啊，绝对比你好。好，你做的比我好是吧？那你做啊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做啊。去哪哦？小孩在哭了。小孩哭，小孩哭，你不能搞吗？你不能喂奶吗？不好好搞吗？哦，宝不哭不哭啊，爸来喂奶，爸来喂啊啊啊！不是喂个奶吗？有这么难吗？嗯？该怎么搞？哎。妈妈，不要搞，不要，不要！听话，宝贝。咪咪。爸爸也去给妹妹喂奶，知不知道？妈妈过几天就回来，知不知道？好，乖乖的啊！不哭，不哭，宝宝不哭。爸爸来喂奶了，爸爸来喂奶了。用什么碗？不哭，啊不哭啊！乖，啊！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。不哭啊！来喂奶了。
不哭不哭，爸来喂来，爸喂来喂来，爸来喂来，爸来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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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哦喂来喂来啊。嗯，宝宝护到你了啊，护到你了，护到你了啊，呀，你。对不起，宝宝喝，怎么不喝了？喝饱了吧，小样，带个娃还不简单吗？睡吧，爷爷，爷爷，妹妹刚睡觉，声音搞小一点。好好好，爸去忙了，你得乖乖的啊。哎呦，宝宝怎么搞的？怎么吐来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宝宝啊，对不起，宝宝。嗯。你念爸爸是不是？哦，爸爸对不起你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对不起。爸爸，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好饿呀！啊？妹妹，别走呀！不要，妈呀！我要妈妈。别吵，把妹妹吵醒了。爸，给你穿衣服啊。妈。爸爸穿衣服不是一样的吗？妈，过几天就回来了啊！妈妈，快点喽，让妹妹醒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不要跑！快点，让妹妹醒了。老板，饺子全要，再拿三个包子。拿什么包子？那个包子。一个包子吗？对。再拿个卤蛋，还好没醒。哼哼，今天说饭都吃不上，我茶都喝上了。哭什么哭啊？不是刚喝过奶吗？啊，哭什么哭？怎么翻脸呢？这也没说怎么玩就不是啊。上网查一查。还可以，点个外卖吧。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碗都不用刷，爽。嗯，怎么了，宝宝？怎么又哭了呀？啊？哎，完了！怎么掉床了？